专业推介叱咤十大第七位。这个歌名呢是一个职业来的。我、这个职业呢有一个座右铭的。大家出来行都是讲个信字的。邮差王菲。邮差作曲编曲 Adrian Chan， 填词林夕，监制 Elvin Leung， 王菲主唱王菲。哦，多谢。Hello Hello， 多谢多谢。哇，做咩事？多谢。多谢商业电台颁呢个奖俾我，多谢所有媒介嘅朋友。得奖嘅歌手咧，都要抽一个 CD。咁 CD 里边咧会有另外一位歌手嘅名嘅。咁你睇下咧，要你身为佢啊，代替佢去一个愿望啊，睇下咩愿望。不过咧，全部你都识得噶啦，啱唔啱到？啊，嗱，阿英，我都话 friend 嚟噶啦。咁你而家系嗱英啦，你觉得佢今年嘅愿望会系点样咧？佢今年嘅愿望啊，搵多啲钱啦、啊。唱票嘉宾咧系吴君如小姐。新年快乐！我哋而家颁奖系嘛？唔系颁奖，唱票戏啊！我唱票。系。OK， 咁跟住咧就系我最喜爱嘅女歌手啦。咁我哋睇睇究竟五强究竟环境系点样先啊？一号王菲，二号梁咏琪，三号陈慧琳，四号杨千嬅，五号郑秀文。究竟呢五强当中，头先你投嘅票结果系点样咧 ？OK， 我哋又嚟唱票喎，君如嚟啦。好啊，王菲388票，梁咏琪46票，陈慧琳181票，杨千嬅106票，郑秀文240票。王菲490票，梁咏琪43票，陈慧琳224票，杨千嬅114票，郑秀文237票。王菲291票，梁咏琪37票，陈慧琳111票，杨千嬅71票，郑秀文126票。王菲914票，梁咏琪61票，陈慧琳260票，杨千嬅168票，郑秀文374票。王菲，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女歌手，菲菲王菲。多謝我等好耐，其實想錫你嘅真係。當時我們聽著音樂，還好我忘了是誰唱，誰唱。當時桌上有一杯茶。还好我没将它喝完，喝完。谁能告诉我，要有多坚强，才敢念念不忘？
强。